喂，柳飞云先生，我们再次通知你，您中了豪华游轮游。我再告诉你最后一次啊，别再给我打了。哎，千万别挂啊！我董磊，刚才那是我秘书。呵呵，你还真当真了？董磊，你开什么玩笑啊？吓到了吧？李小峰是不是也吓坏了？你这不闲的吗？李小峰吓得电话都关了。就知道能吓到他。哎，我跟你说真的啊，你们俩16号能赶过来吗？我要结婚了。你要结婚了？纯粹的游轮豪华游。什么？白骨楼把游轮上来了，这算什么呀？要他爸来，咱们就直接现代版泰坦尼克了。哎呦，他爸得有多少钱？你就直接想吧，他爸都3家上市公司老板了。三家了？啊，要不能跟你说泰坦尼克吗？你别老一口一泰坦尼克，你看我胆小，成心吓我是吧？这是我捡的，捡的。我跟你说，我今天晚上我还得疯一晚上呢，我。美女，这我捡的，我捡的。你觉得哪漂亮？你们看，谁是什么那么会占地？算我的，给我吧。我找不出床的那种。就这样的带回家，咱绝对得英年早逝。那你还盯着人家干什么呀？我这不是比较比较吗？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哎，真讨厌，吓死人啊！好开心，吓人呢！喊把你们海星吓死啊！耶，看花眼了吧？哎呦，这不是东来董大公子吗？我说我这一上船就找你，上哪儿去了？哎，刚交代完厨房那点事儿，行吗？满意吗？满意满意。哎，怎么突然想起办个游轮游啊？哎，这不是为了新娘子吗？去年我们是在这条船上认识的，今年算是故地重游吧。哦，故地重游。哎呦，东雷，你太会玩浪了。这哪个是新娘子？你赶紧介绍一下，不得一会儿我再追错了，多尴尬呀！马上给你们介绍，晶晶。哎，过来一下。你好。哎，正式介绍一下，这是我的新娘子，苏晶晶。苏晶晶，真的是你？这也太巧了，你不认得我了？我柳飞云，咱俩小学同学一个班的，后来你5年级转学了。哦，你们同班同学啊？可不是，你真不记得了？我还去你家写过作业呢。哦，是有点印象。在聊什么？有帅哥也不给我介绍。马上给你介绍。朱迪、肖阳，过来一下，快点。来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好朋友，著名作家柳飞云。旁边这个是我们著名的花爷李晓峰。什么花爷？别听他胡说八道啊！自我介绍一下，李晓峰，全权代理柳飞云所有事务。啊，不好意思，没带名片。Judy， 认识你们很高兴。肖阳，哦，今天很激动。韩菲菲，这些都是我的朋友，也是同事。那你在哪工作呢？我在电视台。主持人？没有。
记者你不知道吧？记者那不得天天四处跑啊，能行吗？你一个女孩，哼，这样跑一天下来可得累坏了吧？还好吧。真的吗？哎，对了，你是在哪个栏目呀？你可真有意思，人家都没认出来你，你说你还硬贴上去了。你说话注意点啊，让人听见误会。哎，你还用人误会啊？我看你生怕别人不知道苏静静是你初恋似的。什么初恋？她转学我才小学五年级，我上哪初恋？哎，你别以为我忘了啊！你上回被采访，你跟记者怎么说的？你说你小学五年级开始初恋的。我说的是小学五年级结束初恋。那不还是说苏静静吗？啊，她小学五年级转学走人了，你初恋结束了，你是不是全对上了？那是你逼我瞎编的。我逼你瞎编，我也没逼你编到小学五年级啊。你是不是现在还对人苏静静有意思？你瞎说什么呢？我说这船上要不隔烟，让人听见有个震慑呢。啊？啊？我跟你说，你可别吓我啊！咱说什么，咱也不能跟人老公脑袋上动土。回头人家一怒之下给咱俩海上碎尸了，扔海里的，你说怎么弄啊？你说这还是说的跟上贼船似的啊？不是。我是怕你不知道人家都结完婚了。那你还大声嚷嚷？我是怕你不知道。谁啊？美女，找我？哎，这是干什么的呀？各位朋友，感谢大家参加我和苏静静的新婚游轮之旅。今天晚上我们将在甲板上举办一场化妆舞会，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尽兴。晚上九点我们准时再见。化妆舞会，这他妈太帅了！你逼我一遍，逼我一遍。刘飞云呢？还没来呢。回去臭美了呗。行，赶紧赶紧，别动别动，周围一下。哎，小杨，吹风机。我说那帮美女怎么还不来啊？你这是看上谁了这么着急啊？那光看上管什么用啊，就连人影都见不着。东东，现在开始吗？开始吧。好的。哎，别这样。哎，你赶紧帮我催催。谁呀、啊？进来。董董说舞会快开始了，让你们快点。哦，知道了，谢谢，马上马上。肖阳，你怎么还不穿衣服啊？谁说我没穿衣服了？你不是想穿正身吧？外面可是化妆舞会呢。没错啊，我化成我自己。你就赶紧的吧，大家都在等着呢。这衣服谁爱穿谁穿，反正我不穿。怎么了，小杨？凭什么让我穿白雪公主后妈的衣服？你总不是想穿白雪公主的吧？新郎可穿的是王子的。你喜欢你可以穿呀、啊，我不反对。你什么意思啊？你这不是让静静添堵吗？大家都还等着呢。谁添堵了？有人想给我添堵吧？凭什么让我穿后妈的？你是说我了？决定租哪套衣服，我可是征求过你的意见的。你可没告诉我让我穿。小杨，你也太敏感了吧，就一套衣服啊。算了算了，不穿就不穿嘛，看看还有什么别的衣服穿。好像还有两套小矮人呢，我去看看。糟了，我的
我去拿。只有两件小矮人的了，这倒是还有一套衣服，巫婆的，你穿吗？这也太磨蹭了，还不来呀、啊？哎呦，我说董大公主，你赶紧把我推出来！去干嘛？快快快！你也太磨蹭了，都美什么呢？嘿，还都有理了还？哎，怎么就你一个人？静静呢？回去拿手套。小杨，小杨，干嘛？我想我们要谈谈。谈什么？有什么好谈的？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做的那些好事儿。扔了就没事了，这好好的鱼怎么就死了呢？你别往心里去，很多观赏鱼都不好养。可是东磊，你说他会怎么想？他不会怎么想的，就是两条鱼，再说他一直忙里忙外的，也许连鱼缸都没看见。那就连鱼缸一起扔。哎，不要不要，这鱼缸是人家船上的。那待会放楼梯间下边，服务员看见会收走的。谢谢你啊，刘飞云，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是啊，要不是去年董磊免费给我们场地办读者见面会，我们就不会认识他了。要是不认识他，我们也就没有缘分再见了。时间过得真快。是啊，记得上次见面的时候，咱们说的都还是要是没人看着写作业该有多好。再见面都梦想成真了，天黑都不用写作业了。不过真没有想到你会当作家。我也没想到你当的记者啊。我记得你想像你妈妈那样当个医生。是吗？啊，我不记得了。我可记得。她不是我妈妈。她不是你妈妈。她是我小姨。东磊他一定到处找我了。哎，你去哪儿了？漂亮是漂亮，可惜我觉得你比她漂亮多了。得了吧，我好看，新郎怎么没看上我？他不是让新娘抢先了吗？要是他先认识你，保准追的就是你。你可真会说话。告诉你一个秘密，新郎可是先认识我的。来跳舞吧。Thank you.
说我吗？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干嘛去？哎，等等我！哎，什么时候发现的？发现是刚刚才发现的，可是大家一直在忙着做夜宵，谁也没注意。等等，在这儿。我们在里边炸东西，没注意有人进来。我靠，这谁干的这个？可能是外头小孩淘气。赶紧把它处理了，要不切碎了放在自助餐里，反正没人知道。不行不行，新娘知道这个蛋糕，还能重做吗？小丽，能是能，红色奶油不够了，只剩下黄色的了。不行，换成黄色的。总之你要马上把它做出来。各位各位，餐厅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宵夜，饿了赶紧去吃啊！你们去哪儿了？去厨房了。早晨的早餐时间是8:30。你们去厨房干嘛呀？看看宵夜。几个大老爷们儿也这么嘴馋啊？到时候你们自己吃。哎，怎么都走了？大家都嚷嚷要吃宵夜，可能是跳饿了吧？嗯，那咱们也去吃吧，反正我也饿了。咱们就不跟他们一块去吃了。为什么呀？东磊说他找人做了蛋糕。哎，别跟这含情脉脉了。哎，好漂亮啊！飞云把那叉子了。哎，等等，肖阳还没来呢。他知道咱们在这吗？知道，我跟他说过的。那人呢？上厕所去了吧？哎，我听说你现在微博粉丝都50万了。哎，那我也加你，你也粉我呗。那朱迪现在可是名人，不会比你们柳飞云差。朱迪的专辑在国外获了很大的奖，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是吗？哎呦，那咱得好好聊聊。你拍的什么呀？活成这样。时尚运动与死亡事件。死亡事件。嗯。你看，飞云，我说什么来着？要想得奖，那就得来点怪的。哎，朱迪，我真没看出来你这么前卫呢。咱能不老土吗？死亡事件就前卫了。不是，那你怎么就那脑子就砰一下，你就想那主题了呢？还要谢谢菲菲，选题原来是他的。是吗，菲菲？你没请菲菲吃大餐啊？大餐我可没吃着啊。行，回去就请。你越挑火越大了。我只是想让他慢一点。这肖阳去哪儿了？他是不是回房间了？我去看看。这人怎么这样啊？大家都在等他。肖阳。就这一个公共卫生间吗？对啊，首层就这么一间。大家都已经回房睡了，没见到有人。没在房间，屋里看过了，不像回去过。厨房、设备间都没有，化妆间也没有。船长，这人确定都睡了？对。只有驾驶室还有人，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刘慧云，我刚才看甲板上有一人，我没敢过去。肖阳，得了，开什么玩笑？肖阳，故弄玄虚的。我跟你们说啊，玩归玩，别太过分了。是肖阳吗？还能有谁呀？无聊。可那面具不像是他的。怎么回事？不知道，好像有人在叫。没事，大家快睡吧。哎，没事啊，真的没事。怎么了？还有人在甲板上玩呢。是肖阳。那还用说吗？哥，那谁的面具？肖阳怎么会戴着？不是，咱们当时都玩疯了，这面具早就太乱了。朱迪，
朱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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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脏一直不好。真不好意思啊，你们不好意思、啊、休息吧，真不好意思、啊。好嘞，好嘞，谢谢，谢谢。现在我们怎么办？报警吧。总不能让他躺在这儿啊！警察没来之前，最好谁都别动。好歹给他放在椅子上吧。哎，不是。哎，那我这样，那我先回去了。你看那边，我在这边。不用，我自己来吧。什么东西啊？李小峰，别动！他也许还活着呢。这是什么？贝壳？是七星螺？你怎么知道是七星螺？我拍过它，在我的专题里，自然界毒物应用。有毒啊！被他刺到，四分钟之内致命，而且无药可解。这东西哪来的呀？怎么会在他身上呢？我们今天去潜水，捞了贝壳。警方怎么说？要我们开到下一个渡口，估计天亮就能到。他们会派人在那儿等。不放好了，那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七星螺放好了没有？按警方的要求，放冰箱里了，而且已经贴了封条。你在想什么？裙子的位置隐蔽，不容易寻找。别人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靠接触就找到他准确的位置。口袋约伸半个手臂，裙纱很厚重，如果保持正确的站立姿势，他也绝对不会掉出来。也就是说，除了他自己，除非有人在舞会之前把他放进去，不然的话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把七星螺放在他口袋里。那贝壳在这儿，他应该是非常喜欢这些贝壳，所以他把花给扔了。但是他没有任何理由只拿上其中一枚。也就是说，如果排除了有人在舞会时将七星螺放进了萧阳口袋，也排除了是萧阳自己把它带在身上，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有人在舞会前有意地将七星螺放进了萧阳裙子口袋里。你们是怀疑有人故意是谋杀？舞会前都谁接触过萧阳那套裙子？我们都有接触，就我们三个，还有萧阳。别告诉我让我穿。当时我们都在化妆间。萧阳，你也太敏感了吧，不就一套衣服吗？你们是在怀疑我们啊？我们待在彼此的眼皮底下，如果七星螺真有毒的话，谁敢抓着那个东西放在别人的口袋里啊？哎，也是，那东西太冒险了，弄不好自己四分钟没命了。在这之前呢，衣服在哪儿放？化妆间，我们上船之后就把它放进去了。这搁哪儿啊？当时我们拿了其他人的衣服准备发送出去。我们锁了门的。钥匙在谁手上？在我这儿。那你在打开房门是什么时候啊？6点，我要做头发，所以我洗完澡之后就一个人先去了。哎，怎么又抱回来了？有人不参加吗？订桌了。不数过人数了吗？还有几个是小孩呢。这么说，那首礼服还在箱子里面。是。是谁拿出来的？
我看箱子没打开，我怕压出纸，所以把衣服都先拿出来了。你觉得箱子有人动过吗？这我哪知道，谁会注意这个？是啊，这衣服租来本来就是乱塞进箱子的。那会不会那东西租来的时候就在里边？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七星螺只有在热带海域才有，衣服是我从市儿童剧院租来的。我们是，也就是个亚热带，连海都没有，怎么会有七星螺？你怎么知道七星螺在热带？这谁都知道。我就不知道。韩薇薇，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我说什么了？你干嘛跟我急呀？你刚刚明明是有所指。我刚才指什么了？没错，朱迪，你怎么会知道呢？你们什么意思啊？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这个东西，这的确很奇怪。可是你刚才还表现出来你不认识吉星罗。这是什么？贝壳？对吧？你们是怀疑我？好，那我就告诉你们，我刚才用手机上网了。我刚才也用手机上网，可根本就上不去。你，对了 Julie， 那你是从哪知道的？我看过韩菲菲的专题，这还用说吗？奇怪的是，我的专题只讲到医学药用，根本就没提过她在热带。朱迪，你干嘛撒谎啊？好，我承认，我承认没看过你的片子，所以我不认识姬星罗。可是我有上过你的微博，你微博里面曾经提到过他在热带。你上我微博干什么？我不过是随便上去看看，你用得着大惊小怪的吗？随便看看，我看你是又想偷我选题了吧？我偷你的选题？开玩笑，你拍过的选题有一个引起过关注吗？你获奖的那个死亡事件专题就是我的。你搞清楚，韩菲菲，那个选题是你弃之不用的。你弃之不用是因为你看不出它的价值。你看不出它的价值，别人就永远不能碰吗？你怎么知道是我弃之不用？你怎么知道我看不出它的价值呢？你当时忙着谈恋爱，选题一天三遍，你拍过一个吗？你能看出它的价值吗？那场恋爱才是你认为的最大的价值吧。你说什么？你说让你说，别打了，我说一遍，我让你说。歇会儿，小姐，我干什么呀？小杨出事了，我们担心你多不好受，就想知道问题出哪儿了，那你自己先打起来。问题出哪儿了？问题就出在他身上了。大家一起下海，一起捞贝壳，就他一个人认识姬星罗，可是他谁也没告诉。姬星罗还是上船了，还是顺在萧炎的口袋里了。你以为我有动机啊？你失恋了，有人去结婚了。你心里面会好受吗？你不是想着故意给谁心里面添堵吗？你再给我说，我让你说。歇会儿。你再给我说一遍，你以为我怕你啊？行了，都冷静一下吧。就是，朱迪。你们干嘛都说我呀？你明明知道菲菲心里难受，你干嘛往人伤口上撒盐？我不过只是说出来一个事实。事实是你租的服装，你必须要穿上，而最恨上岸的人也就是你，你血口喷人。我亲眼看见，在舞会上，你们俩还在争吵。那是因为裙子，你明明知道的。不对吧？那应该是肖阳跟你吵，可我明明看见是你抓住肖阳的。就是在这里，对吧？那是因为气氛，你不会以为我因为一条裙子就要谋害他吧？当然不会，只是因为一条裙子。我想，肯定跟什么身败名裂的事情有关吧？什么身败名裂的事？你胡说什么啊？肖阳最近在微博上提到了一篇获了大奖的专题，既然是事实报道，说的就是你那一篇时尚运动与死亡事件吧？开玩笑，这完全是你的编造。是编造吗？在舞会开始前，你们俩同时接到了一个短信。我的手套呢？手套放大房间了，我去拿。还同时拨打了一个电话。那是谁的电话？他们打给谁了？一定是知情人吧，朱迪。王阿姨，
有件事情您必须帮我。所以你们能同时找到他？这倒是还有一套衣服是巫婆的，你穿吗？你又准备穿了？对啊。你心情看起来很好。没错。等等，你们说什么呢？我们根本都听不懂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不要无中生有。是你无中生有吧？为了能获奖，你在纪录片里居然编造了一段故事，没想到被肖阳发现了吧。当你知道肖阳打算把它拍成纪录片揭露这件事，你一定吓坏了吧。我没有编造。你没有？他编造什么了？编造了一段感人的故事。十多年前，一对闺蜜潜水天然洞穴遇险，两人不离不弃，放弃独自求生而葬身水下。而事实上并非想象的如此美好，其中一人为了独自逃生而割断了伴侣绳，而他所谓的朋友不过才刚刚学会潜水半年，毫无求生经验。我是受到蒙蔽的，是当初受访者根本没有告诉我实话。可你也没有核实啊。韩菲菲，这些你是从哪知道的？肖阳的微博。朱迪，你既然能上我的微博，也经常这样上肖阳的微博吧？是他上我的微博，是他眼红上了我的微博才发现所谓的证人的。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嘛？没错，我是被信誉冲昏了头脑，获了奖，吸引了别人的眼球，就连美国人也准备买下我要拍的纪录片。于是我忙着买车泡吧，忙得得意忘形，除了定期的更新微博，根本不看留言。但是却有人帮我看了，而且先下了手。所以你恨他，你就对他下手了？你胡说什么？我犯得着吗？为什么犯不着？你们什么意思？你们是在怀疑我？我干嘛要杀他？我已经找到了那个蜡笔小新，我的已经处理好了。哦，他被收买了。我是请他做我的新专题顾问了。那还不一样吗？李小凤。你们要是觉得我的目的是要拿这件事情让他闭嘴，你们也太小看我了。我的新专题就是拿这次报道失误做引子，继续深入的拍摄社会舆论下的失实报道状况。你先揭露自己就不用怕肖阳啦。可惜他先找了别人，而你的顾问好像也不听你的，他根本就不接你的电话。我会想办法的。再说我也不恨肖阳。谁信你？你们今天晚上不会就这样要看着我吧？你们不是警察，你们没有权利。朱迪，朱迪，你们都知道他心脏不好，求求你们别说了好不好？他的药呢？对了，药呢？朱迪，你的药呢？还是赶紧先送我回房间吧。走。慢点，慢点。你没事吧？赶快坐下，快坐下。药找到了。水来了，水来了。请你们出去。朱迪，你别不识好歹啊。滚！不识好歹。朱迪，你真的没事吧？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请你们出去。出去。
你千万别忘了吃药。他气坏了。你不用往心里去。大家还是回睡吧。疯了，好像是。我靠，这船结实吗？放心吧。那我可回屋了啊。嗯。哎，风这么大，能按时到吗？你先回房间吧，我去看看，马上回来啊。当然这次不会再出什么岔子。我可先醒了啊，洗吧。谁？干什么的？在看 Judy 刚刚更新的微博。能上网了？嗯。他都更新什么了？正式宣布，他发现专题报道有误，决心启动深入调查。我靠！现在的女人可真讲效率啊！前脚刚被捉奸在床，后脚新房就动工了。船长，东磊，你可吓死我了！你怎么下来了？我找你啊，他们说你下来了。哎，更新微博，这哪像犯心脏病的呀？操心你自己吧。干嘛呢？还是开着吧。你又害怕了？你说咱们怎么又摊上这种事儿？估计以后那没人敢请咱们了。你说咱不会是扫把星吧？你才扫把星呢。我怎么是了？要是也是苏静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瞎说什么呢？谁瞎说了？本来就是嘛。你想啊，他父母双亡还行，还双亡就双亡了。可我现在听说他现在连一个亲戚都没有，你说他算不算是？听谁瞎说的？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人爸早死了，人妈好好的，他是他妈和他小姨拉扯大的，怎么到你嘴里就成死了呢？谁瞎说了？韩薇薇告诉我的。你知道这些都是老黄历。他怎么没告诉我？你算什么人啊？再说了，这事儿他能让外人知道吗？怎么了？苏静静他妈是自杀的，忧郁症，都折腾好多年了。谁说的呀？韩菲菲告诉我的。
他说好在苏静静那会儿已经上大学了，也能勤工俭学了，要不然还不知道怎么着呢。是吗？没问题吧，船长？没问题，已经安排好了，船一靠岸马上叫你。哎，你就别自作多情了，人家现在都有董磊了。哎，你说这董磊是不是也够犯贱的？韩薇薇说好多小姑娘早就认识董磊了。哎，可是你说这董磊就专门看上苏静静这种可怜的，人家没钱的吧，躲都躲不过来，天天八字风水。哎呀，他倒好，还专门找这种的。哎呀，这下好了，花了大把银子给自己办个豪华结婚游，结果改别人豪华葬礼了。心脏病好像还没睡呢。哎，好像要洗澡，打开淋浴了，要水温，脱鞋，准备脱上衣了。Judy， Judy， 药呢？你的药呢？啊 ，Judy， 他犯心脏病了 ，Judy。
薇薇，你怎么会掉下去啊？有人从背后推我。什么人啊？我没看见。可是我刚才没看见有人啊。大家都回去睡了。等等，旧地里药没有找到吗？没有啊，刚才哪儿都找了。我刚才明明把药放在桌上。有人拿了药？你说有人故意？可是藏它干嘛呢？朱棣已经吃过药了呀。不，他没吃，所以他发病了。那怎么可能呢？是啊，因为原本回屋之前他根本就没有犯心脏病，他应该只是耍了个小心眼，他怕我们在警察来之前不让他回屋。你们不是今天晚上就要这样看着我吧？他到死前才去洗的澡，在那之前他一直在更新微博。你上网了？嗯，这证明啊，他当时的健康状况良好，所以身体不是他要考虑的事情，名誉才是他所要急于处理的。你是说有人故意谋害朱棣，可为什么要谋害他呢？喂，你们别怀疑我啊，我刚才明明放下药瓶就出去了。就算是有人要谋害朱棣拿走了药瓶，可他要是没有犯病，拿走药瓶有什么用啊？可是朱棣的确发病了。事实上，当朱棣回屋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犯病了。这是谋杀。是你吗，东来？什么？我说是你干的吗？你拿了药害死了朱迪。你为什么要怀疑我？刚才飞云差点被人推下海，你是第一个冲出去的，而且你完全有时间从他背后下手。我豁出去了，我不想再担惊受怕了。反正这次人多，下面一条少说也有二三十口的人吧。只是我就是怀疑你，因为我冲出去的时候根本没看见别人。我为什么要那么做？你们是我请来的朋友，你认为我有什么动机？当然有，因为你怕飞云发现。发现什么？发现你和韩飞飞。你胡说什么，李小峰？薇薇，朱棣说的，那场恋爱才是你认为最大的价值，就是指董磊吧？所以董磊，你才对朱棣下手，因为你发现朱棣知道了你和韩菲菲的关系。那场恋爱才是你认为的最大的价值吧？你害怕被苏静静知道？你放开我！放开我！所以你才偷了药，是吗，董磊？如果你说我谋害朱棣，那当然不是，但是我跟韩菲菲那倒是真的。可那都是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我还不认识静静呢。你他妈撒谎！你们现在还在一起，舞会的时候你就把我当成韩菲菲。你怎么还在这儿啊？说我吗？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当时说的是你怎么还在这儿？你们是约好什么地方吗？不是你想象的。怎么就你一个人呢？静静呢？没去拿手套。哦，哎，你不打算说些什么吗？我们已经结束了，你干嘛还要来啊？有人请，我为什么不来啊？韩菲菲，
我不希望看见你破坏我的新婚旅行，你知道吗？你混蛋！这就是事实。李晓峰，你别忘了，是柳飞云先看见外面有人，我和你才追出去。你别吓我！怎么了，助理？醒醒！没错，我的确是先看见了窗外有人。可是，如果窗外的确有人，那么那人就只能从咱们这几间屋的窗户出去了，因为这一层就咱们这几间屋，而门的这一边是走廊，如果从这出入，肯定会被人看见，所以窗户就成了唯一的通道。究竟是谁刚才去了窗外？我可是回屋就洗澡了，我一直在飞云眼皮底下。我回房间就睡了。我也是。你撒谎。董磊，你怎么下来了？找你啊，能按时到吗？悬，就看这风停不停吧。尽量吧。我去看看。吓着你了吗？你到底要干嘛？朱迪怎么会知道？我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跟我说清楚，你知道吗？我欠了多少人笑柄啊？你疯了吧你？我疯了！你跟我说清楚，到底跟什么人讲？你跟我讲啊！你就是不准走！放手！你跟我说清楚！没错，我是没睡觉，我是很气朱迪，可是我没有必要杀他呀！可是就你有动机！你混蛋！哎比如他，比如你老婆，谁都知道是他装可怜为难你，难道他就不会在自己新婚旅行上再做点什么，让你加倍的同情他吗？你，韩菲菲，你刚才回去是几点钟？快三点，我没看表。那你回去之后做了什么？上床睡觉。可你刚刚说你很生气，刘飞云，你什么意思啊？我是很气，可是我也很累。你别以为你写了几本推理小说，你就可以怀疑我，你真以为自己是侦探？你难道不可疑吗？哼，谁都看得出来你喜欢苏静静，可他眼里根本就没有你。你总不会想着给新娘添点堵吧？你这是疯了你！我疯了，李晓峰，你动动脑筋吧！你们都是没有看见人，怎么就他看见了？鬼才相信，总不会是什么幻觉吧？他难道不能利用李晓峰洗澡的时候干点什么吗？他是第一个冲进房间的，他完全可以偷了药，再借口看见人冲出去扔了药瓶。你，还有你东磊。你难道不可疑吗？你后期房间说明了什么？游轮是你租的，钥匙对你来说不成问题，你完全可以打开向阳的房门，然后再跳到窗外去，伺机去偷朱迪的急救药。我为什么要那么做？为了让我最可疑，这样你就可以摆脱我了，这难道不算动机吗？他没有必要这么做，因为你们的事情其实我早就知道，是董磊自己告诉我的，所以他没有动机。你胡说！我是告诉过静静，他告诉我，他跟我的一个朋友好过，虽然他没有告诉我名字，但我知道是你。不过我告诉他，我一点都不在意过去，因为我一直希望拥有新的人生，快乐的生活。韩菲菲，我刚才上网去看过你的博客，也看到了那篇 Judy 提到过的关于毒物的文章。如果我没有记错，里面提到过一种治疗精神疾患的药物，它能诱发人的心脏病，还能让人产生幻觉。药物？我说我怎么头疼呢？太可笑了，刘飞云，你是说我下毒诱发朱迪心脏病？我告诉你，不管你相不相信，博客上提到那些乱七八糟的药名，我根本就记不住。那些都是专家给我的资料，我贴在博客上吧。还有，你最好搞清楚，博客上写的东西谁都能看见，
谁也都能够利用他。没错，但是我想说的是，也许有人并不需要看过你的博客，也能清楚那种药物，是吗，苏静静？你说什么？那是一种治疗忧郁症的药物，你应该很熟悉，因为你妈妈在去世之前一直深受忧郁症的困扰。你说什么呢，刘慧云？还有那个人并不是你小姨，对吗？他是你妈妈的朋友。你们在说什么？你怎么知道的？刚才我险些掉进大海，我在想我究竟看见了什么，或是知道了什么，才迫使有人不希望我活着。可是我什么都没看见，那我又知道了什么？于是我想到了 Judy 和笑雅，我发现他们共同关注了一个事件。你们在说什么？那个纪录片，那个关于死亡事件的纪录片。所以你猜到了？他猜到什么了，静静？对不起，同类。刘飞云，你猜的没错，是我做的。朱迪纪录片上那对在潜水中丧生的闺蜜就是我的家人。我的母亲叫林萌，是潜水教练，另一个是她的好朋友叫宋兰，是妇产科医生。他们从小一起长大，亲如姐妹。我母亲22岁结婚生下了我，可是我父亲早逝，就这样他们重新聚到了一起，给了我一个家。他们都让我叫他们妈妈。13年前，为了挣些外快，我母亲答应给一家地理杂志社拍摄水下图片。他们前往的是一个洞穴潜水地，在那里发生了意外。肖阳说的没错，他们其中一人活了下来，割断了伴侣绳。割断绳子的是宋兰，逃生的却是我母亲，这是让她一生最为痛苦的事情。那次她患上了忧郁症，我也被迫跟随她离开了老家，开始了新的生活。她一直都无法原谅自己，一直到她自杀她都没有原谅自己。她精神崩溃了，疯了。我一直希望能跟大家一样有个正常的家，哪怕我的妈妈天天骂自己的老公，打自己的孩子，在我看来，那也是一种幸福。你害死肖阳和朱迪，就是怕他们继续报道？是，我害怕别人知道，知道我是精神病家庭长大的孩子。每次我小心地生活着，我不交朋友，不谈恋爱，我以为我可以平静地生活。请问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天然溶洞啊？可能吧，可是他们还是翻出了过去。可他们并不知道伤害了你。可是我怕他们。他们来是为了祝福你。是，可没告诉我让我穿。所以有一刻希望肖阳不要穿上那条裙子，没想到他还是穿上了那套衣服。你又怎么穿了？对啊，你去取手套，是因为你看见机器人我掉出来了。是，机器人是我带上游轮，养在浴缸里，然后放进了肖阳的裙子。不用抱回来了，定多了。只有朱迪，飞云，没你想的那么复杂，没有药物。
是好歹。我只需要偷走药瓶，因为我的确以为他发病了。你千万别忘了吃药。长怀也是你。这样的傻事啊，我是很傻，我明明有着一种幸福，却向往另外一种幸福。冬磊，你看，我就是这样，不值得你再挂。他说他羡慕那种正常的家庭，哪怕是羡慕他们的吵闹。真可笑。我爸和我妈倒是正常，可我真的没看出来他们哪儿好。我妈看了他一辈子的脸色，直到他去世那天，我都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你还好吧？我没事儿。听说你爸身体不好啊？嗯，脑子还清醒。我是得好好想想该怎么跟他讲。他一辈子受人仰视，可没想到这边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还在想刚才那个问题吗？如果没事儿，我想先回去睡觉了。柳飞云，我想静静不承认推了你一把，是希望你能还对她留下点美好的记忆。我记得她看过你参加过的一档电视节目，看得很认真。从来都不看什么娱乐节目，可是后来这个节目他在电脑里面看了很多遍，他一直在关注你。也许你是他心里唯一没有设过防线的朋友。飞云，真的很感谢你，如果没有你，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什么样，也不知道他接下来还会做什么。你要下去看看他吗？下面有空房。那我先回去了，李小峰一个人看着让人不放心。好。冬磊，
我想苏静静是真心爱你的。我曾经看见过她站在鱼缸前发呆，只是因为鱼死了，我想她那时候心里一定很矛盾，因为她想到了你，她怕你忌讳。那是我送给她的礼物，原本想给她个惊喜。为了博他开心，被淹没了，立刻准备救生筏。是。进水，主机已经停车了。船长，董磊，怎么回事？触礁了，冷却水阀门破损，出什么事了？赶紧上救生筏，船马上要沉了。刘飞鹰，你去哪儿？李小峰不会游泳。放楼梯间下边吧。那是我送给他的礼物。你说董磊会怎么想？药物。它能诱发人的心脏病，还能让人产生幻觉。没有药。那是一种治疗忧郁症的药物。我只是要偷走药品。车头子，车头子！上救生筏，快！我去拿东西。别拿了。船要沉了，快！哎，还不对，不要慌，我们可以保证大家的安全。现在听我的指挥，现在听我的指挥，大家尽快穿好救生衣。慢点，慢点，慢点。对，对，不好了，不好了，怎么了？苏静，你不见了？你说什么？李小峰以为他睡了，自己在沙发上睡着了。还没分桌，现在我都在储物间，应该有四套了，只剩三套了。他要干什么？你去哪儿？去找李小峰，然后去找他。听着，氧气只够半小时，半小时后咱们必须上救生筏。你为什么老逼我？我不会游泳。潜水不需要会游泳。离开大船，向岸边靠拢。那里还有人？船已经沉了。那里还有人吗？Thank you.
你耍我！都是你干的吧，董磊？是你在空鱼缸里放的鱼，然后让鱼死掉，这样即使苏静静没有承认是他用吉星螺谋害萧雅，你一样可以用此鱼来证明，吉星螺原本就被放在你们房间的鱼缸里，你一样可以把所有视线都引到苏静静身上，是这样吧，董磊？你早就知道苏静静要做什么了，是吗？可是你担心她不能被人识破，于是你就想到了我，是你从背后推我。董辉哥，目的就是要让我怀疑苏静静，让我怀疑自己，是因为知道她的隐私才遭灭口了。这样你就可以利用我，来结识苏静静小时候的家庭，串起她所有的杀人动机。知道我是精神病家庭长大的孩子，这是你请我来的原因。因为你发现苏静静竟然认识我。我没办法，我只能推你，因为我发现你根本没有像我想的那么灵光。这也太巧了，你看着漂亮的女人，你也会两眼发直，大脑停顿，那还能重做吗？蛋糕也是你破坏的。没错，我本以为你会怀疑是苏静静干的，因为你完全可以了解苏静静身边没有半个仇人，即使是韩菲菲，她也只恨我一个人。你让我太失望了。触礁也是你干的吧？因为只有游轮沉了，你才能够销毁证据，否则鱼缸里的残留物会证明那两条鱼根本不是死于吉星螺，还有空调里放出的诱发心脏病的药物痕迹也无法销毁。是你干的吧？你了解那个药物，是因为你也看过韩菲菲的博客，是你在空调里下的药吧？你是怎么猜到的？没你想的那么复杂。因为苏静静只承认了犯罪，没有药，却从来没承认过下毒。你就不怀疑你的错觉吗？别忘了，只有你产生过幻觉。是因为只有我和朱迪长时间暴露在药物下，李晓峰在洗澡，洗手间没有空调，苏静静不在房里，而韩菲菲去找了你。刘飞元，我用不着怎么刻意的安排，我只要轻轻的调动一下导航钮就可以了。你不怕被人发现吗？发现什么？这是我们的新婚旅程，我要走的是曾经跟新娘子认识的航线，谁会怀疑我？我曾把你当成朋友，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我们会成为很好的朋友。为什么东磊，你为什么要陷害苏静静？你们蜜月都还没度完呢。算得上陷害吧，我只是在帮他忙而已。韩飞，我不希望你破坏我的新婚旅行，你知道吗？你混蛋！他想害死萧阳，于是我成全了他。吉星螺也是你放在萧阳口袋的？错了，是他自己放进去的。这是干嘛呢？生那么大气？得，我送你礼物。哎，来，喝一杯。哎，等一下，我鞋带开了，你帮我拿一下。小熊会跑啊，谢谢啊。你还猜错了一个地方，我根本没看过什么韩菲菲的博客。你要是没看过，你是怎么知道那些毒物的？很简单，是我帮他介绍那个毒物专家，那时候我们正在热恋。你正和韩菲菲热恋，你为什么还要追求苏静静？你不知道吗？你只需要一只戴罪羔羊，因为你也想除掉朱迪和萧阳。没错。为什么？下辈子找答案吧，柳飞云。故障解除了是吧？可你逃不了了，柳飞云。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呀？我上来的时候救生筏都已经走了。苏静静不见了，应该有四套了，只剩三套。原来你偷走了潜水服，给了他。李晓峰，抓紧时间，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穿上，快穿上！看你骗我！柳飞云，你跑不了了！哎，我求求你！你们的小聪明，没用的！别走！游轮是我租的，我早就告诉他们不用来接我了，要赶紧把我的朋友送走。你想跑吗？李飞，你跑啊！你跑啊！
你的氧气不够十五分钟了。石小岛，还有一个溶洞，认识这里吧，苏静静。你为什么问苏静静？她应该认识。请问，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天然溶洞啊？你为什么利用我？利用我？去问你那当医生的死鬼妈妈，你现在可以去问她了。这是当年宋兰出事的地方。他对你做了什么？做了什么？他把我带到这个世上来，却没有让我睡过一天安稳觉。他把你带到这世上，你妈妈是他的幻觉。你以为我要感谢他吗？他算个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要恨一个医生？医生？他也配叫医生？他不过是一个巫婆而已，一个为了机会就可以创造别人人生的巫婆。创造？你是他创造的？你是试管婴儿？就算是试管婴儿，这也没什么丢人的呀。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这人多了。你给我闭嘴！可是有个富豪爸爸的就不多了，对吧，董磊？静静，还记得我吗，董太太？你骗了我，到现在你结婚二十年了，可你十七年前跟我说你没有丈夫，丈夫去世了，那就更不可能了。试管婴儿要求必须有完整的家庭，这是规定。我没有故意要骗你，我去你们医院是因为跟我丈夫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去做孕前检查了。大夫，我吓坏了，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你也不能骗人呢。我已经胃癌晚期了。别跟我说这个，没人信。你没有权利骗人，包括骗你丈夫。你妈妈应该是背着你爸做的手术，对吧？你怎么能骗一个医生，为你找到精子，给你这个结了婚有丈夫的女人？你就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吗？宋医生，我也做不了这种手术，得熬年头，得是老专家。你说你二十出头，刚刚留学回来，就连一个小小的流产手术都轮不到你做。你渴望第一次手术，渴望挑战前沿，所以你才私下答应了给我做这个手术。你成功了，宋医生，感谢你给我的这个儿子，让我过了十七年幸福的生活。虽然这幸福像是偷来的，可是正是因为有了儿子，我又得到了丈夫的爱。我爱他，我爱他们两个，求你把他们俩留在我身边。董磊，你还下不下来了？儿子，喝水吗？儿子，妈妈只想离开以后你还能像现在一样生活。这么说，他跟他的富豪爸爸根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是吗，东磊？难怪你恨那个医生，你还说不定是什么人的儿子呢。给我闭嘴！还反了你？不会游泳是吧？快看着东磊，是因为财产罪吧，东磊？你谋害朱迪和萧雅，是因为他们的追踪报道会让已经死了十三年的宋兰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保不齐还有谁会爆出他的医学成就。而你无疑会是那份名单上最耀眼的名字，所以你害怕了。你害怕你父亲知道，因为你父亲一辈子都高高在上，他要是因为你成了别人眼中的笑柄，你就要一无所有了，没有豪华游轮游，没有派对，甚至没有你要的尊严，所以你下手了。你要找个替罪羔羊，所以你找了苏静静。静静，忘没忘妈妈昨天教你的密语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静静，妈妈的小花。不是你小花，你也不是我的妈妈，我只要一个妈妈，一个爸爸。只要有了苏静静，你就可以完美逃脱了。没错，
借你吉言了。放开他，东磊。我把录音给你。我只是弄不明白，你怎么知道这里是13年前宋兰的葬身地？那场意外也跟你有关吗？你以为你能活下去吗？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喂，手给我！
来救人。人呢？小飞鱼，飞鱼，小飞鱼。快救人！快！档案不能拿走，看完记得放回原位啊。签字。你为什么把庆姐的档案放进去？你不是答应过永远不说出去吗？除非你现在答应我给她找个爸爸。你知道我讨厌婚姻啊，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过得很好啊。啊，那是你不是静静。林萌，你应该给她一个完整的家。你想过静静吗？她现在已经10岁了，再过几年就到你当年谈恋爱的年纪了，她会怎么想？你乐得单身，在别人眼里那是离经叛道，那是别人无聊，他以后会明白的。他不会明白的，他会自卑。拜托你对他负点责。你是想夺走的。静静，你在跟小纸鹤说什么悄悄话呢？忘没忘妈妈昨天教你的密语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静静，妈妈的小花。他只是想站在医学前沿，天神结束了，他也可以安息了。有件事情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我妈妈一直不能原谅的不是她自己。
你觉得他现在能安息了吗？我们只有会不会没时间伤悲，我们只有会不会没力气告别，热闹的派对身边空位不只留给谁，越成长越孤单越自卑，所以